但是怂恿、教唆、指使，你的性质比他们更恶劣。我说了不是我干的，你要干什么？耍青皮吗？你还差点。我不管之前你们多爱护客人，从现在开始一律不许包书皮儿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叫骆小乙，我初中同学。转过身去，脸冲墙，问你了吗？你叫什么？骆小乙，出去。为什么呀？喊报告。我不管你们之前的老师是怎么教育，我也不管你们之前都是什么三教九流，从今天开始这个教室里的规矩，他姓苗。报告，三马路派出所知道吗？苗老师，骆小乙喊报告呢。蹲下。报告。听不见。报告。听不见。报告。听不见。没让你进来，我一直喊。三马路派出所侯振宇，那是我亲小舅子，有的事情这儿说不清楚，咱们换个地方说。想炸刺儿都给我掂量着点。报告。报告。观战士冲我来呀、啊！自行车是我，你们想激怒我？你们成功了，但是你们还没有想到激怒我的后果。如果你们还有点良知，不想让同学受牵连，就请自觉地站出来。不说是吧？那我可点了啊！骆小乙，到，出列。怂了？要不要咱们换个地方说？三马路派出所怎么样？侯振宇那可是我亲手干的。对。真不是你干的，那都是那帮小瘪三儿们干。你是他们的领袖，但是怂恿、教唆、指使，你的性质比他们更恶劣。我说了不是我干的，你要干什么？耍青皮吗？你还差点，要不要我批你个假，把你的九龙衣服都给我叫来，在这儿就给我废了。还是不说是吧？明天让你的家长找你。